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，大家起立。今日大家坐。大家同心，大家好，真欢喜。而且，搁甲大家见面，啊，因为我拄啊请假一个月的时间伫外国，所以初级班可能有的我唔捌我，啊，我唔知影我，所以。我自我简单介绍哈，我大部分的时间呐，拢咧教册啦，拢咧为大学内底上教完上册，做到开始。啊！加讲师、加副教授、加教授，各进一步讲座教授，所以这是我的啊经历。啊，当然，若要了解我，我足简单。恁尤其是少年呢，即马有。带皮电的来，你甲拍落去，拍张文燕啊，加两字教授，拢会看到我，甲我发表的一寡的资料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伫遮咧做的代志。是100%正确，是安怎讲100%正确？台湾唯一的，咱有法度救家己，就是爱借外国的力量。有的人真正地位足悬的。咱歹势讲，伊甲讲白纸黑字啦。咱一个白纸黑字好看的时，伊甲回一个咩啊？讲我不想当美国人。安尼恁就足清楚啊。嘿，我拢去留学哈佛的呢。他说他不想当美国人。拢有证据哦，咱歹势吼，伫遮个，因为咱话足尊敬的一个啊，算讲早期啊，台独诶有拍拼过，啊，佮参加民进党啊，官做甲足大足大啦，甲讲安尼啦。咱这个好看呢，伊讲我不想当美国人。安尼要甲大家讲，是毋是咱这条路是100%正确？因为若无外国来甲咱配合，啊。这叫做啊，流氓政府，遐大伫遮啊，六七十年啊，有法度个关照吗？员工大家讲啊，这足困难的。所以咱的论述，大家一定要清楚。啊，我伫遮咧甲大家报告啊，那是
依照实在的 PowerPoint 要给大家看。哦，我袂使凊彩讲讲的。未来讲啊，听某人说，听人家说，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。我听到迄个，我心内足痛心的。我都甲问，你一定爱指责出来，什么人讲？你不能用听人家说啦。你若听人家说，就是你说的。后来真正，以前都唔敢讲去啊。啊，实际上有人讲，迄那是在咱啊边啊执政的时，那做足大的官啦。伊讲咱是诈骗集团，我迄阵来上课，我有讲这件代志，我甲何玉讲。咱甲炸偌济，伊甲我讲，讲咱甲炸偌济，拜托伊提出来。但是甲即马来点点无反应，当然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拢是确确实实啊，一巴啊，一卡波啊，一卡印。要做咱啊，未来为台湾子孙有利的代志，所以必须定甲大家讲，咱遮的拢是革命先行者。下面叫做革命先行者，咱大家较清楚来遮受训。有的人也无清楚，伊讲啊，迄你要去用掠去啊？我第一届甲即嘛，我若无出国去，我还拢来上课，所以我还两年外，啊那甲大家讲，因为美国甲有联邦政府讲，这个单位是我支持的，啊，你袂使甲。叮当，咱唔只伫遮遐自在，两年关呢，啊那要掠早就草了啊！所以我甲大家讲，一定爱大家有信心。啊，我即马拢用 PowerPoint 那个大家讲，啊，我去看一寡迄个啊影片吼。啊，予大家知影，因为大家来参加咱台湾啊，才有希望。要拜托大家回去，拢叫较少年的来，因为少年的啊，伊的时间要足长嘞，伊一定看会到，啊，我会感受到。我常常跟少年的说，这是投资报酬率相关的啦。因为按照投资报酬率相关，哦，以前我若要去参加高等考试啊，咱也是去改考啊，高等考试，咱也去改考啊。有过啊，无过啊，有啦，必须有过啦。家庭考试，大家爱知影吼，所以家庭考试即摆废掉去啊。伊迄拢是安怎？流氓政府咧漂白的啦。你若无甲因有关系，你想要家庭考试要过，我真拼咧啦。咱去，我乃知影，我迄阵啊。目的我唔是要参加过家庭考试，我迄阵目的就是讲，我迄阵是啊，系主任啊，系主任是一个学术的迄个
单位的主管，我惊一个教授的论文拍倒转来啊，所以假定考试咧考的时，我也甲送，迄无冲突，送去必超过。啊，考试安怎考试？恁唔知知影无？那应该足少人知，然后去参加人才知。叫我九点去考试院报报道，伫会伊个应接室内底，啊，叫你入边一坐。到尾一个小姐来甲你带你入去，啊，坐伫沙发上，三个人甲考试啦，三个人甲考试。当然，伊讲到尾啊，这个考试考试院的委员，伊甲问讲：“啊，你敢有要去做公务人员？”咱迄阵咱老实人诶，我甲讲吼，我这个吊灯诶，我原早做戏里面代志。新校长来，伊讲爱一个台湾人去甲做总务啦，才甲调来总务。我甲伊僵持十几天啦，到尾来讲好啦，答应做一年啦。一年了，搁转去原来迄、那个啊学术单位啦。啊，所以咱老实人啊，咱讲我。登去原来这个学术单位，你一任三年嘛，咱爱会做三年了后，咱我有计划要出国去，咱甲讲安尼啦。嗯，啊你，因遐，甲你看看，啊你都本土台湾人，啊你，啊你个，啊无一定讲爱做公务人员，实际上迄阵啊，教授的台务。比啊处长的待遇较好，当然咱无咧过去算伊的加班费啦，或迄、那个有迄个司机啦，迄咱拢袂，因为主要迄个家庭考试啊是漂白啦，啊马英九那是家庭考试通过，啊这就是甲大家讲，要互大家了解。哦，啊，咱今晚要搁甲大家讲吼，因为咱大家拢是高级班啊，一定出去，咱会甲你问，恁的主张是啥物？咱甲爱知啊，吼、哦，可能开幕式说不定大家也有讲过，啊，我是简单啊，搁讲咱的主张啊。就是依照国际化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咱反对美苏建国独立自治，是安怎？咱安尼？所以这点爱国甲大家讲清楚。咱台湾现在有真济团体，伊无。足清楚了解咱秘书长的论述，啊，伊有的是顽皮国人，伊认为讲，啊，这就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领，啊，他是只要占领全国，啊，就是美国占领，咱会使。从美国的手上，甲慢慢啊独立起来。伊无了解啥，伊敢讲有诶单位敢插一支旗啊啦。你若敢若看插一支旗啊呀，你都唔好去啊。你若去参加，别人讲我阮遮偌好，拄偌好，请身份证才300块、500块尔。但是伊迄拢啥？伊迄拢唔是啊，美国制造啦。啊，伊但是伊玩插一支旗啊，大家要注意。你若讲插一支旗啊，
你就爱去了解，看有这个机啊无？然后这个机啊，甲这个机啊，员工伊个论述，甲咱同款。咱就是虾米啊？咱就是依照遵守国际法、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甲旧金山和平条约。现在啊，咱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、哦、天皇的啦，天皇的啦。去甲带坐计程车也好，伊会甲你讲啥？啊，咱咧乌白讲，因为伊从写闹写六七十年啊。甲问者讲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啥物人咧打台湾？啊！伊讲日本打台湾啦，所以拢有这个错误的观念，所以咱爱了解，所以咱我无要用暴力甲武力，各种的方法是啊，流亡政府啊啊结束占领台湾，这直直在做啊。大家拢无看到啦。最近两天啊，金门大胆，迄个二胆，讲要撤军啦。大家有听到这个消息无？哎，才几天啊，尔嘛。啊，这是啥？啊，这是美国遵守。国际法、勿共公法，啊，加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金门、马祖，你要去美国啊？起码讲网络签证啦、啊，你爱写什么人？你是中国人呢？你唔是台湾人呢？迄块土地啊，唔是咱的啦，迄块土地。是中国的，依照战争法，未使讲啊，迄块土地是咱的。哦，啊，这爱防，啊，咱要用什么方法？叫大家卖去选举，大家若做会到，国民党就倒啊。但是有可能无？无可能，安怎无可能？遐个。民进党的啦，台联的啦，佮其他党的啦，因拢有好处啊！你着来选咯，拜托你着来选咯，啊，甲转一票，转一票，伊摕30块啦。啊，党政的票，我甲转一票，伊一年啊50块啦。你拄啊去登一票啦，你拄啊了偌济？啊，伊若讲四年一摆，你拄啊230块，你家己现了哦？恁大家会了解未？无啊，都唔是为我六日提出的，咱大家拢咧纳税呢，是唔是为你的六日提出和这个啊？参选的人，甲参选的党派，拢是安尼啦。所以美国才知啊，上头美国唔知啊呢。哦啊，台湾的那个，这个赌博的啊，这个团体，叫大家来参加这个游戏，啊，互恁好康，加咧延续因的寿命啊。因为世界上有这个例子，波多黎海的三个小国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，因波多黎海三小国这人啊，歪去投票，怎啊安怎？怎啊？因投票率无甲达到50%，用投。
投票率30%几，联合国甲讲不算。后来英国的民政府办投票去投票90%几，所以世界都承认，苏联啊承认，这世界上有这个案例。好、哦，阿姐要给大家知影这个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咱以推动的事物，咱不合作不配合。大家那有法度这个影响力，拢卖去甲投票，伊根本就倒啊。这给大家清楚一下吼、哦。啊，这都他都啊讲过啊，吼、哦，日本有这个所有权。啊！美国是占领权，啊！美国总统有责任依照万国公法实施台湾地位正常化，这是咱的希望。哦啊，可能秘书长啊有甲大家报告讲，明仔载的报纸大家较注意的，哦，明仔载报纸大家较注意的，美军。在在礼拜，哦，啊，真济所在，实际上拢美军的管理，内底无一个啊，咱讲本土台湾人也好，啊，无一个是啊，国民党或其他党在要不也好，拢无，哦，这咱。确定啊，时间上我过得足紧的吼，啊，咱我啊，大家爱了解，因为美国甲咱讲，叫咱去拜啊靖国神社，是安那爱去拜靖国神社，遐有39,100。伊遐个是本土台湾人诶，日本因为以前都甲台湾列入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台湾人就是日本人，你死啊为国建设，甲你提靖国神社拜，日本有做到哦，大家那有要做？历史的见证者，今年12月20日啊，甲25要过去第三年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好，大家来了解一下。你看东京的报纸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、报道咱底下的活动的报道。这拢是事实，啊，唔是我家己胡白讲，有证据伫遮。啊，这就是咱去遐啊，甲拜遐天王吼、哦，这予大家了解者，吼、哦。果然，9月七。啊，咱去美国的华盛顿 D.C. 世界啊，的华盛顿 D.C. 的世纪酒店办一个啊酒会，底下甲美国讲，美国你爱遵守国际法，旧金山和平条约、签证法。爱甲咱发旅行证照啦，啊，去啊甲宣布，吼、哦，爱当地的报纸啊，甲咱编出来了，哦，这就是当地这个这一版吼、哦，我甲咱编出来了，啊，这那不是我胡白讲的，这就是证据嘛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好，大家了解。啊，愈来时间愈迄落吼，啊，我都讲较紧的吼、
啊，这是基德建，咱最先进的嘛。啊，这个啥？差什么？美国国旗？啊，这什么？中华民国。嘿，流亡政府的旗啊。好，安尼你都大家足清楚啊。咱即马要来看这个报道，让大家更加有信心。啊，咱即马请咱。 啊，董清甲放这里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，全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嗯，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，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 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统一辈子，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，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远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 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嗯，所有的5大基金都破产。 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，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，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：谁疯了，以后就知道了。不要两年，你会看得到。 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办反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，好，咱今麦要甲大家讲，重点啊，三立甲咱报，感谢伊，但是伊安怎呢？ 甲咱讲自治身份证啦，咱家己啊，民政府自治身份证啦，这是不死啦。咱这张身份证有晶片的呢，是美国荷花啊，美国制造，100%是啊，美国制造，所以你唔好去用骗去。 我讲啊，阮就是台独的，有都是国民党外围的这些集团啊，伊就来甲你骗啊，你来办阮的身份证啦，阮才300块啊，才500块尔，你都爱甲问，是毋是有这个晶片呢？有这个晶片呢？ 然后这个晶片的，这是美国制造，啊，那唔是拢假的，爱予大家清楚吼，这是100%。咱即马我们要来过来看啊，咱4月底咱去华盛顿 DC 的一挂成员的报告。 我咱今麦来拜托现身说法，必定、必须定，所有大家诶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、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、简单的代志。 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
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童心说，姚父姚父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没果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啥？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，这不是高沙祖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有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有其他的同学，各位好玩家，起立！今日下课，先请到一楼大门口去上吼，先请落去一楼大门口去上。麻烦把椅仔摕起桌顶放吼，椅仔摕起桌顶放。